小宇宙三三号。今天这一集呢，非常的有趣。因为我们要介绍很多新奇的小东西，是新奇的事物，你一定超多的啊！我是小物达人，没呀，不同的酒啊、夜店，这跟我们今天要介绍没有关系，我们就要介绍新奇的东西，好不好？对，但你还是真的很多。对，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我觉得新奇的小物对来讲，就是生活增加很多小乐趣。而且你上次才在 FB 就是分享说什么去什么潮店哦，去病渣，对，潮店，结果人家都买什么潮物，你就买了三个什么？大家都去那边去买衣服，因为他衣服很好看嘛，对不对？他那些鞋子啊，或是包包都不错，可是就哎，我就专门去买了三只公仔，而且放在角落里面才有。知道了，衣服你穿不下，穿得下，你不就现在瘦了吗？你现在是怎么这么招惹我？一找公斤你好快乐。好 ，Anyway， 反正就是我们家介绍新奇的东西啦，好不好？然后这些新奇的东西呢，我们家小宇宙联盟呢可以来竞标一下，顺便介绍给大家，因为这些小东西呢可以增加你生活中很多的快乐，好吗？好。首先第一位呢，其实讲到很多新奇的东西，大部分来自他的国家哦。欢迎蚂蚁。好久不见耶！好久不见。对啊。好，接下来第二位是小钟哥。小钟哥，新奇的东西你来干嘛？我其实我本身就是个好奇宝宝哦，我对所有这个新奇的事物都会想要去了解，所以可是有时候会买到好的东西，有的会买到很糟糕的东西，对对对，这不是废话吗？第三位郭书瑶，大家好，然后最近有代言一个假面骑士，对，我最近其实就是跟着假面骑士一起上通告，因为他们要来台湾做一个表演，对，就是。像舞台剧的，然后是9月21跟9月22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那分别有三场。然后我今天也带了新奇小物，要先送给两位主持人。什么？好好的，疯掉，超大方的，这个男人爱谁？对，那个是假面骑士的腰带，真假的？真假的送我们这个？他真的看蜡笔小新，这是不是很拉风？这超拉风。他们也是想要哎，想要吗？觉得很酷。接下来这位呢是我们的郑嘉欣，欢迎他。Hello， 大家好。今天呢带了我的新专辑，哇，新奇，这很新奇哦，新专辑，来来，耶，这也是蚂蚁要上的吗？这新专辑可以当腰带哦，交换可以交换，有没有这么快送掉？介绍一下你的新专辑好不好？这个对，我是来自香港的郑嘉欣，然后我的新专辑叫做《天亮之前我爱你》，对，所以里面是一些我的创作啊，都是一些啊情歌，对，对，你的路线好像走都比较温馨的那种情歌的，词曲创作吗？啊，都有，都有。都有，对，这个就是啊，在7月21日就有我的签唱会，好啊，谢谢。好，最后一位呢，很明显的不知道他来干嘛，我喜欢小优。Hello， 大家好。你来干嘛？我真的就是新奇小物的代表，你看我今天头上这个，它也是新奇小物。这哪里有新奇？这不就发带啊？可是它现在很流行，因为它是铁丝。哎呦。然后呢，我可以随时就把它拆下来，然后可能变成。哇！你小偷干嘛？变领带，然后它也可以当腰带。哎呦，这厉害！超多功用的。这个在你们的店可以买得到吗？买得到。你就知道。可是这不能当腰带吧？可以啦，就绑在很高腰的地方，可能就绑看看，绑了上去我就去买一条。绑了上去可以。你绑啊，你绑啊。怎么可能？不要硬筋啦，真的。你是说，老板为了卖东西，什么话要说出口？真的。哇，不是你那个是腰吗？你的腰会不会太高啊？你的好看的也是这样子好看的点。在扯嘛，在骗嘛，根本就不好看啦。谁会把那个？好啦，这只是试验而已，就是绑高腰嘛。有了，有一些可以，像他这个头是有打结的，有一些没有的，尖尖的那种，应该就是可以，就可以，可以绕了。去看一下，好，其他的店，好，好不好？没错。接下来为我们小宇宙联盟啦，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大家出来给我们看一下。我妈妈的朋友送给我的，然后他是从国外，他是国外买的，然后他可以拿来整人。怎么整？怎么整？这不是垃圾桶吗？就是它是风啊，然后就可以这样，叫做看不爽就。就是吹它，风吹出来了。对，就是可以用二氧化碳，然后装进去射出来。可以装什么？可以装二干冰。哦，干冰。什么意思？你不要给我看，我听不懂。哦，哎呦。再来一发！哇，你烟圈了，这个烟圈。
蛮有意思的，这个蛮有效果，可以拿来整人用的啦。好，啊，什么东西？高子云那么早就喝酒干嘛？不是，这个是像你们都知道，因为我常受过伤，所以呢，什么你常常受过伤，感情上的受伤，所以呢，这个是你，是这个可以拿来发泄的。像我常受伤，我就是想要大叫发泄一下，这个就可以。这个它怎么玩？不会让那个声音变大。你发泄我们看一下。麦克风，我可以很大声的叫。对啊，不错哎。可是这的好用是什么？就是说可以骂，然后不会发现。对，那你可能唱歌不好听，你也可以拿那个唱，不会被人家听到。唱歌不好听，是针对你。大家都唱一段来听看看。而且你又好紧，真的没声音哎。什么音量？你有说吗？不是，那都用就好像在酒测，你知道吗？什么东西？吹气。你就讲一下，唱到一半，然后再。这个我是有一天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把它买一些，在网络上都有。这个在日本卖得很好哎，真的吗？因为日本人大家都是压力很大嘛，他们很想大声叫，但是会吵到邻居或是会报被报警。日本又很有礼貌，对对对，所以不能在家大声喊嘛，所以用这个来发泄情绪，对对对对，骂长官啊什么的，而且在办公室都可以用哎。算是有让我觉得见识到你能够有用的一次，这个还不错。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这个说来宾朋友，他介绍很多很酷炫的东西。当然，先聊一下，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觉得真的蛮厉害的？最近有看到一个我超想下标的，它是夜光拖鞋。就是你想想，因为有时候我们晚上可能睡一睡哦，我想要上厕所，然后这时候就找拖鞋找半天，因为灯已经关了。对，它就是夜光，它在晚上的话发光，所以你可以立刻穿着你的夜光拖鞋，然后出去就很炫。这样晚上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它在发亮，不是就阻碍到你的睡眠了？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把它放到床底下，放在床角。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参加什么荧光 party 也可以穿出去。现在不是很流行吗？有小朋友都喜欢穿那一种，就走在路上踩一下就会亮。不是那种，是发亮鞋。小东哥，你现在脚下这个是什么？哦，这个叫摇摆铃。嗯，它是这样子练，譬如说练胸肌是这样。好像在求签。真的真的，它是脸红了，脸红了。对对对对对，他是说哦，主要是说用的时候最好不要背对妈妈。好猥亵哦。没有，是真的啦，就是正确示范啦，真的啦，我知道的，怪怪的，哎，是因为你用就怪怪的，不是用都很怪，好不好？东西怪怪，觉得不好用，瑶瑶有这种经验对不对？有有有，因为我其实之前就是去日本玩，然后就会去帮他们美妆店，然后想说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东西，然后我买了一个，就是日本妹妹都很可爱的那个虎牙，然后他们就有做那种假的虎牙。就假的虎牙，就你可以粘在你的牙齿上，你就会有虎牙，不是很可爱吗？这个吗？对对，就是这个。可是我回家试了，粘起来超像吸血鬼，太尖了，它不符合每个人，对，不符合每个人的 size， 对，就非常非常不实用。这个还算可爱，我觉得。我那天有看到在杂志上有一个介绍，一个现在很流行贴那个卧蚕，对我也有看到，我也有买，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怎么使用那个贴了会像眼袋。是把它贴住，然后就会有卧蚕，对，就会有一个卧蚕在这里。没有，是早上的时候贴，然后再用妆把它盖起来。我也有买，然后也不实用。假卧蚕哦，对，假的卧蚕。是说女生现在有这个叫卧蚕，然后就很会比较有桃花跟桃花。因为那个卧蚕跟那个眼袋是一线之间，一线之间，没贴好就会像鱼天哦。也差太多了，就是贴小片一点就好，贴得好就像罗志祥，就是要高跟低，就是这中间很重要。对，因为其实有点卧蚕，人家觉得还蛮可爱，还可以画出来。对，有些化妆品可以画出来。那个妈咪，这个东西是这个是放鸡蛋的。对啊，哎，那这么普通东西你带来？不是，这不是蛋盒而已吗？对啊，哎呦，我觉得这个有另外一个妙用吧？什么？做冰块吗？就是脚底按摩的。综艺节目不是都其实也蛮健康的，蛮不错的。
天哪，小钟哥，这种无聊的笑话还是不要说太多喽，还是赶快进入正题吧。小宇宙新奇小物竞标大会规则介绍，由每位艺人来推荐最潮流的新奇小物，所有人来竞标商品，最后价高者得。而本次所有竞标所得将捐给阳光福利基金会哦。而第一位要来推荐的麻衣，究竟又会带来什么新奇小物呢？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麻衣所推荐的新奇小物吧。这很重要了，你要介绍什么给我们？这个呢是随身打果汁机，随身打果汁机，随身打果汁机，对，因为呢这一台很小，那果汁机通常啊这么大台，对不对？然后放在家，但是呢这个是这么轻，你拿拿看。你说我随身，我包包里面放一个这个，刚丢，但是很小，不大啦，是不会太重啦。但是这个啊，就是拍戏的时候啊，在现场可以拿去，然后在现场可以直接打果汁。这个好，你试试看，介绍给我们看一下。好，它厉害的应该是这个瓶子，对不对？是。然后呢，这个是香蕉啊，什么草莓呀、啊、蓝莓呀、啊啊，然后有人有喝过番茄牛奶？没有、啊，番茄牛奶有点嗨、欸。不知道是说准备准备的是番茄牛奶耶？为什么不用木瓜？西瓜也好呀、啊。一般都是草莓啊，对啊。然后就是夏天的话，加牛奶，然后放冰柜的话就可以 smoothie。然后呢，把它盖好。哦。它直接瓶子跟它连在一起，对对对、哦，然后就你对着这个哦，哎，那个有个箭头，对，然后呢，哎，马力还蛮强的哈，好玩耶，拉风的耶，我没看过这个，其实这个有点酷，因为你出去你是整组带，不用，你可以不用带下面，你带上面就好了，没有不用这样带就好了，对不对？而且还蛮轻，你不能只带上面，你要整组一起带，你可以打完带上面出去啊。对、哦好方便哦，然后呢就这样嘛，你这样这样放包包里就好了。对，然后呢不是，因为危险这边有、哦、有刀子，对，所以换一下就好。这个换一下，这个盖子，哦，对耶，这样有点好用哎，好方便。而且这台机器听说你的主持搭档也很想要哦。对，我小厨呢，他我看到那个我播在那个 Twitter 上面的照片，他也想要，然后我特别给他一只一个。你也买了一组给他。对呀、啊，然后呢，这样子嘛，就包特饼，然后还打开这边。哦。哇，直接可以喝。直接喝。哦。究竟好不好喝呢？小优，帮我们试试看。看起来像草莓牛奶。打得这么细啊？也对，也打了果肉都不见了。看起来像草莓牛奶。这个还蛮好。酸酸的。感觉好酸哦，很好喝啊！怎么会这样？你不会觉得酸？我把下面那个摇起来，可是我觉得很酸呢。没有，你在真的，你要不然摇过。刚刚没有喝到果。好啦，我没有。就是要选自己喜欢的那个水果就对了。对，我觉得要把底下的摇。可是这个问题是，它打完之后它不能滤渣，对不对？就变成说果肉都在里面。果肉要吃啊，干嘛滤渣？这个、啊、放那个冰柜的话会变成冰沙，很好喝，好一点点，好一点。有啦，这没有这么没有果肉却这么酸，上面好酸哦。因为这个是你没有要拿来卖的，对不对？只是介绍而已。介绍介绍，我觉得这个算是有介绍到，这个蛮新奇。因为你出门，比如说你帮你老公也打一瓶，你也打一瓶，然后就这样带出门。这样我以后带出国，而且台湾水果很便宜，很丰富啊，所以就去拍戏现场也可以拿去，然后放冰柜，然后可以喝冰沙。加冰块会更好，好不好？这个不错，很好的介绍，谢谢麻衣。接下来第二个东西，各位要听好了，因为你们都有参与到。对，接下来第二样东西呢，他介绍完之后会给一个底标，让我们大家来竞标它，好，好不好？来，麻衣，请拿出来。姜。猫耳朵也太常见了吧？没有，那个不是普通的猫耳朵，测那个脑波，所以放在耳朵。那这个的话放在耳朵，它测你的脑波。所以我的搭档现在心情不是很好，现在整个垂下来，哎，又开心，开心，哎，又开心，哎，有哎，他跟着他笑，他就有气啦，对对对对对。Selina的心情的起伏很大，而且现在虽然装生气的脸，可他心里面是开心，所以他还是站着。对，没有，我真的不是很开心啊。没有，你明明就很开心啊，你现在不开心。这个也可以当那个测谎机耶，哎，对啊，有没有说谎就知道啦。对对，所以不能说谎，不能说谎。对，纳豆长得帅不帅 ，Selina？
翘起来，翘起来啊！哇，因为想到我，你整个会站起来啊！原来你吓到在你心目中是帅的，不知道你对我这些想法。我是把你当笑话在笑啊，太过分了。所以这这个蛮神奇，这蛮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这个进行我们竞标游戏了，好吗？所以呢，因为原本定价是2000块钱嘛，对不对？我们这个起标就从200块钱，好吧？好，开始。200块钱，各位，等一下呢，我会问3次，有敲下去你就要成交，你就要付钱，然后把这买下来，好不好？来，200块钱，笑周联盟有没有人要出价？230，230，嗯，很大气的出法，很安全。青鱼，250。250，一个2000块钱的东西，你们给我250，好。260，400，四位，这么想买下来是为什么呢？你讲一个你想买的。一定不知道自己带的。600。六。我听到600就会撑死了。600已经是他们可能一个月的零用钱。600。700。哎、欸，这个把妹，为了把妹真的是，你可以解释一下大概要怎么把妹，用这个把妹怎么把？怎么把？就是戴在头上，如果要不开心的话，就是安慰他。哦，就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男生不一定知道女生的心情，但是这个不会骗人，对不对？好，700块钱，欸、你这你刻薄的时候他都会动。700块钱，很好，玉轩。720。750。750。870，1000啊，1000一次，1000两次，1000三次成交。朱伟，这从你的通告费里面扣，不可以什么这时候跟什么爸爸妈妈要钱都不可以。OK， 好不好？来，恭喜你，先给你获得了这个，祝你顺利吧，妹。猫耳朵，希望可以拔到很漂亮的眉。对啊，现在带新女朋友给我们看哦，好吗？好，接下来呢，小钟哥要帮我们介绍他的东西。小钟哥所带来的这些看起来怪怪的东西，到底又是什么呢？对，你拿了一段吉他的上面是干嘛？对啊，是断掉的。这是国王的琴，有看过吧？这是把完整的吉他，你看不到吗？哦，看到了，他才弄到我呢。就很色的人。没有，这是空气吉他，空气吉他，它可以来作曲或者现场来演唱。它没有弦啊。对，但是它是远红外线。它的弦呢，就是你按下去之后从这边发射出来。它已经写它的那个和弦了。对，但是我这样刷下去就，你来听看，来帮我拿个麦克风。She got a smile that you sing to me, remind me of childhood.有红外线，就是编的时候它会这边刷出来。那要按哪一个？比如说这和弦，你刷就是它就对。哦，对，它就有了。对啊，因为你这样挡住它了，你挡，你挡住它等于在刷，你不能挡它，你要让它射出去，然后这样。啊。需要这么用力吗？它会跟，就是很人性化。所以这个东西，你是真的觉得对一个音乐人来讲是有帮助？我觉得不错。还有升降哦，还有升降，所以说这什么和弦都可以用得到。我接下来这个厉害了，接下来这个男男女女都很受用。什么？这个？那什么？什么？就是譬如说你过年过节回家乡的时候都会塞车嘛，对。那在车上又没办法解放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最好用的。什么用？对对。大家不要再自己随便拿什么便利商店的那个塑胶套就在用，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懂，你懂吧？人有三急嘛，对，就万一你不方便，就你想要的时候，那怎么用呢？它这，我就直接这样。什么意思？那它怎么包覆住？跟一般的塑胶袋的差别是什么？你要两手拉住它，是不是？对对对，我示范一下。对啊，怎么弄呢？你转侧面，你要侧面，侧面，这样有对准吗？而且是真的吗？完全贴肤。
在车上这样方便吗？你要有一个空间才能用。有，我跟你讲，当你真的急的时候，这个真的很好用，真的是救命的东西。这是救命的东西啊，真的啦，你试看看。而且，对对对，我觉得要有一个人脱裤子，我才能比较清楚的感觉到。对对对，这样也可以，对，这样也可以。女生会比较麻烦，就是我有这个东西。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这种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怎么用？究竟介绍了什么东西，让人看了超害羞呢？女生会比较麻烦，就是我有这个东西。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这种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怎么用？这个东西开长途啊，就基本上每天都在开长城，就在车上，所以我最近每天都用得到。怎么用？这什么啦？这个很简单，因为男生会很方便解放嘛，比如说就是保特瓶什么，就男生很方便对准就可以解决嘛。但是女生你要对准很难，对，因为会洒出来。对，所以有人还真的可以吸住，所以这基本上是对，这是漏斗的一个功用，对对。然后呢，就是贴住它，它就会引导到正确的地方去。保特瓶，女生用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对对对对对。其实感觉好像是蛮实用的，很实用。实用没有，因为女生比较吃亏，有时候女生去排厕所都是很多人，很多人停车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加油站、休息站那些地方，这种啊，好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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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受不了。的话我觉得蛮方便，很方便。对，大号的不错，因为有时候万一你真的拉肚子的时候，其实对，真的肚子痛真的很难忍。很难忍。那你自己上厕所，你要自己按。当然了，帮谁帮你按着？那你这样，它是一次性的，对不对？一次性的，因为你拿起来是有可能就是会有点狗到啊，对啊，所以这用完就丢了，很方便了。这个我先跟你讲，这个东西的话，差不多是450块。这个450。重复使用，而且它很好收呢，它只要这样。哦，怎么收啊？它干嘛要收？干嘛要收？放口袋就可以放口袋。戴在牛仔裤后面。干嘛要收这个？想尿的时候就有了。应该讲乱来。这个逻辑应该讲想尿尿是不是？尿尿。这个人还没讲这个。这个。这个我跟你讲，320吗？一个320，好贵啊！一个320，对，一个320。好啦，但如果你真的拉肚子，那种肚子痛的时候，320我愿意花啦。我愿意花，就是真的是肚子，真的急到没有厕所那种啊。因为大家都有那种经验，就是已经受不了，这个就真的救命，是救命哦。这个320块，消费者联盟会想买吗？全场救命的东西哦。没有人要买，没人要买，什么？可是你们没有那种拉肚子，就是你想要，有啊，玉轩要买啊，玉轩你想买，诚实，因为之前就是弟弟还小的时候，那个我记得爸爸有说要买，对，因为弟弟就因为。你出去玩不可能尿布会带非常多，真的。介绍别的，这个真的好用。接下来这个，我跟你讲，前面这你们可能会觉得太贵，这个笑的，这个真的好用。大哥，一般我们这口罩是一般是这样子的口罩，正常口罩。就我们可能常常艺人或干嘛，外面下那个灰尘很大嘛，骑车都不方便嘛。怎么接的？一般我们艺人嘛，外面灰尘。跟艺人什么关系？艺人也会啊。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就出去很麻烦，但我觉得很麻烦。对。我觉得现在就有个叫做隐形口罩，什么？这个东西非常的 magic， 太小了，非常的神奇，这是什么？非常小，对不对？它可以直接就是放到你的鼻孔里面，而且感觉起来就像没有戴口罩一样。像我本身就很喜欢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怕出去人家不认识我们，我戴口罩。相反的，对，人家都认不出我们来。我戴了这个之后，我又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然后大家小钟又可以一下认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很怕被人家认不出，真的很方便。而且你骑脚踏车或什么，你本身有在骑脚踏车，不要吸你有的东西，不用再吸废气了。没有，我们骑公园也没什么废气啊。我教你，这戴起来很舒服，就是它就直接这样鼻孔的吸。这完全
全塞住吗？感觉很痛哎。哦，现在空气好新鲜，是不是很新的？哦，舒服，看这看不出来，看不太出来。然后因为中间黏住也好像有一点点鼻涕的那个感觉。对对，你完全就是它一用可以用差不多一到两个礼拜，还有针对你鼻孔的 size。他直到有就是可以用到你觉得你吸不到气再换新的就好了，他可以这么好。可是这个只有针对鼻子啊，如果是口鼻一起呼吸的人就没办法了。一般我们都是用鼻子呼吸。没有吧，一般人是用口鼻吧。不会，你除非是游泳的时候才会用到口。没有，有些人的确是可以控制到只用鼻子呼吸。对啊，原价我跟你讲250而已。哎，两百五，你可以用两个礼拜。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平常的口罩大概给他5块到7块。但是那个错可以，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你看整个脸，我可以每天更换，你整个脸就被包住啊。像是像这些小朋友都长得那么好看，要不能让他的脸被人家包住，要好看啊，要帅气，走在路上要帅气啊。可是我想新奇的东西有个危险，就是因为它太新奇，所以路上一般人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就觉得说你怎么了，是戴什么奇怪的东西？没有，因为鼻孔，它针对你的鼻孔，所以我这样戴几乎你是看不到的。可是侧面就看得到啊，而且有个问题是你的鼻毛会被挤出来的。好，各位，不要觉得你穿了一个鼻孔。250块钱，我们今天1块钱起标，好，来买一个新奇回去试试看，好，来出个好价钱，30块，30，陆岩，哎呦，33，这个啦，这个啦，加啦。这没用过了吧？哦，这没用过。现在33块买到这个隐形口罩，还送你这个，再送这个。你说这，我不要。这是原价450哎，原价450哎，450。对啊，你也可以加入竞标。对，150，隐形口罩加这个电表器。对，好，150，有没有人要参与的？还没有人要。应该没有人要。再加码啦！只有我想到出100颗。有，你刚刚说的很方便。空气吉他，再加码。这样。吉他没有，傻狗，隐形口罩加大小便组，现在150块钱，很便宜，其实很便宜。200，我出200。200，对，200，你其实真正想要是哪一个东西？那个垃圾袋。哦，你们都想要是为什么？我跟你讲，你要体验一次啦，体验一次你会爱上它。这个我觉得15块我可以买，这个300块吃不胖吧？体验它那个服帖的感觉啦。好，还有没有？来，再来。嗨，嗨。来，260块，毛衣。好了，今天一口价389下下去了。高子，我520。520，现在都要100块，100块往上跳，因为我们这1000啊，最少100才可以举。你说你要600，你那600，那六百。博成，700，好，700。麻衣，800，800块。哦，还有没有？来，900了，900块。900了，900一次。来，有小优想出手吗？小优，900有点超过了，因为其他都是废物啊。只是来标吉他而已，这个东西很好用啊，小优。而且吉他其实万年大楼就能买的。小优，这个东西真的好用吗？不要啦，900一次，再超过有没有？900两次，香港的朋友买回去给你女朋友，包准她会爱的不得了。来，900有没有？不用不用，谢谢。900三次成交。你要写开箱文哦，多久？我不要那大便了，没关系啊，用过之后跟我们讲，分享一下，放在身上，告诉我们好不好用，真的。那我这个也送你嘛，哈。好，这口罩就不用，那已经用过了，有用过了，可以讲新的吗？接下来呢，是谁要帮我们介绍？小优，欢迎你。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小优所带来的潮流玩意吧。我要推荐正经的啦，因为刚刚小钟哥那个来乱的嘛，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买到，我不是白痴。对啊，我真不懂你买它干嘛。没有，我们做善事嘛，对不对？对对对，好不好？为了阳光基金会，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我觉得婆婆妈妈也会很喜欢的。哦，那不就是我也会很喜欢的？真的，而且因为我为什么会认识这东西，是因为我之前在减肥，然后每次要做沙拉都想说好麻烦，所以呢，这个东西大家看到没？玉米的玻璃器怎么用？厉不厉害？它看起来像不像个甜甜圈？很可爱。对，只要一个步骤，很快啊，我可以1分钟就削完。真的假的？我蛮好奇的。来来来，我们就拿玉米，有没有煮好的？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很麻烦，就要一颗一颗剥。我跟你讲，不用，也不用去买外面的玉米粒，就把它这样套着。
很棒吧？然后这样你看，这样就不会喷出来，这样完全收集到那个盒子里面去。哎，是真的，而且我这样满满的，我只要一分钟，我就可以倒进我的沙拉里了。好，那你先把它拿出来看看，现在已经几乎整只都弄完了。先这样就可以了。好，先这样哈。好，这个时候你看很明显呢，其实很干净，很干净，干净，很干净。而且是鲜甜，就是有汁的，很新鲜，很干净吧？干干净净的，好猛哦！就算有时候，就算有时候要出外景，要吃沙拉减肥的话，也可以用。对不对？很方便。玉米的这个气，对，还不错。这个还不错，但你今天要卖的不是这个。我今天要卖的是更厉害。但你先跟我们知道这个原价多少钱？这个超便宜，这个才150块。这个你会想买的，我会想买，还不错。对啊，因为有时候买罐头的，我觉得那个有罐头味，这个就很新鲜，很新鲜，真的自己用。没卖玉米粒，好，接下来这个，这个有没有看起来？平凡的一个杯子，我跟你说，它是现在最时尚，因为我们大家就是那个都会人士嘛，然后每天上班都要喝咖啡，不用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就搅拌咖啡，搅拌咖啡器什么意思？搅拌就是呢，时搅就好。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就要时尚一点，你要自己在那边搅咖啡，感觉就没有很厉害。只要呢把那个咖啡包放下去，然后放水，你就一按，噔，它就自己帮你搅拌好。真的假的？真的。匙在那边搅拌，这样的一个杯子呢，原价多少钱？原价大概八百五。可是我觉得今天就大放送，就是要从80块起标，300。300块，400，400，耶，好，400，波程，450，450，志琴你一定要。志琴，你就是最近很缺钙吗？还是没有啦，我选600。哇！你知道真的要扣你的钱的哦。好，阿莎莉哦，600哦，耶！因为我比较少泡的啊，对啊。好了，大放送了，今天这个加码玉米器，玉米器，加玉米器。玉米器刚刚说原价150嘛，150再加850，1000，对不对？1000块钱，850块钱，盛庭。我跟你讲，玉米器可以买给妈妈。900，知情。950，已经逼近我们的底价了。950将近底价了，你们如果买就喊到1000的话，你们就自己去买就有了。没有，可你想说就做爱心，而且你不知道在哪里买啊，你光这样想就 OK， 因为你不知道去哪里买，好不好？你去这两个地方的这个交通钱就超过，还很麻烦，我现场直接带走。1100，为什么？你就讲一个理由。因为我现在想到我家里，我每次要泡健康食品，我需要这个来搅拌。盛庭，哇，1200。哇塞！哎，你跟老人这样抢吃健康食品，1500，1500，1500就好了，就好啦。我都比他紧张。1500已经告诉我们底价，再加500块钱，1500一次。小朋友真的有够有爱心的。1500两次，小哥哥。恭喜你，好不好？算是很有爱心的一个行为。谢谢你，他的眼泪掉下来。好，今天志琴真的1500哦，好棒，自己负担哦。接下来欢迎郑嘉欣帮我们介绍。而来自香港的郑嘉欣又会带来什么猴塞雷的好物呢？今天呢要介绍这个很神奇的一个啊，会自动升起来的一个纸巾，对，纸巾盒，面纸盒，对，这个自动升起来。因为呢，通常我们就正常的那些啊面纸盒嘛，对，就你用到最后一块，你的手就要啊要伸进去，挖，对对对对，那就很麻烦。这个不用，但是这个就很神奇，因为它有里面哦，就装了一个弹簧，对，一个弹簧在里面，所以呢，纸巾快没有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伸出来，它一直往上推，对对对对，它一直有一个推力，对，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就要所以这个纸巾是要把它拿出来放，不能像这样盒子放，没有，可以啊，其实可以啊，一整个都可以放进去，整个这样放进来啊。
然后对你放进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对夹住，底下有个弹簧啦，用这个东西把它夹住嘛，对不对？变轻就会弹起来，然后就盖起来，对对，就撕出来。然后它用到剩一点点，它还是往上推，没错，所以永远都像抽第一张一样啦。小机关可是就是一个大帮助，嗯，这不错，这很方便，而且它的设计也很好看呢，可以这样子摆。好像一个对艺术品一样，这个不错，可以放在车上或是一般床头柜这样抽一下抽一下。而且有时候啊，想那个要卫生纸很急的时候啊，就很好用，哎，不用那种挖。而且你手每次挖进去一挖就要拿一大块，就像刚刚挖的会挖破掉。哎，这个还不错。对，而且我知道它有五种颜色，五种颜色，所以可以选择。所以这一个大概多少钱？这个好像要680，因为它这是应该是有设计的，这是专利的，它是有拿奖哎，它是一个台湾的设计师 ，Made in Taiwan 哦，对，所以要支持一下，是台湾设计师自己做的，对啊，对，台湾自己做出来的。接下来介绍旁边这个，这个厉害了，因为这个是什么？为了冰沙杯，这个厉害了，因为这个是什么？想要吗？这什么？这个就是什么会很危险？它不会很危险，因为它这什么东西啊？它叫做 UFO 的一个太空枪，对对，然后是很适合啊，老人家也可以玩啊，小孩子也可以，老人家玩这个都可以，从零岁到人类都可以。怎么玩？怎么玩？怎么玩？这个呢？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叫做太空环，对这个东西呢，就可以弹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先放进去，我们先把它套进去。对对对对，然后呢，就这样子拉出来。那你那你那你，小心小心啦！哦，其实呢，对，它是利用一个空气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太空枪射出来，不是一个光环的感觉？对对对对对，体化了。对，然后光环出去要干嘛？啊，就你就觉得射出一个圈圈的感觉啊。然后你可以，对方可以用手就是圈着。哦，要接。手接那个，所以是，对，来试试接这样子哦。对啊，就是可以。哦，那你射，那我试一下，你射我射我，那你射他们射，看谁接到，来射射射，看谁可以接到。然后去夜市玩套圈圈的话，用这个老板会揍你，揍你啊！好啦，上面。所以这个就很适合，就是好了，好像还蛮有意思的。对啊，好玩，这可以运动哎，而且可以跟狗狗玩。对对对对对对对，树可以去咬，所以跟狗狗玩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一次就把它毁了。狗狗玩一次这就毁了。但这个力气比较厉害。对，对对对对对，好，太空枪原价多少钱呢？这顺利可以引起我们小宇宙的喜欢。这个是500块而已啊，500块，对啊，所以是。好，一样，那我们从50块钱开始，好不好？50块钱这个太空枪，出价，仔仔，这个小朋友喜欢呢，150，对，150，哎呦，他喜欢哦，他喜欢，这个很好玩呢，博成，250，哎，有杀气哦，你们要买这个干嘛？要怎么玩？你们分享一下怎么玩，要怎么玩？我也不知道，就是好，还不错，蛮帅的，很没想法的。仔仔，你要怎么玩？我们家养暹罗猫，所以可以拿来跟猫玩，因为我猫喜欢那种会动的东西，所以拿来试试。哦，不错。你要怎么样出多少？我吗？250了，现在。那就350。350。哇！不一样，450。450。哇！仔仔，仔仔。500。500。势在必得哦，仔仔。不一样，这你那么女性，你要玩这个要怎么玩？因为我想射我哥。你哥这么讨人厌，你哥这个他只会接住，只会圈住而已，才不会。好，慢点。500两次，500，3次成交。恭喜你，可以跟你们家的暹罗猫玩。这个500其实我不会买，我不知道我手机要出500。它原价就500啊。那不知道，好，500块钱，好，就这样，好不好？谢谢。接下来呢是我们卫生纸盒，自己去外面买。好，郭书瑶帮我们介绍了。最后就来看看宅男女神郭书瑶所带来的新奇小物吧。好，各位摇一
要告诉这个。对，我要介绍的是夏天非常非常实用的，然后这个东西我自己非常喜欢，它是冰沙杯。对，然后冰沙杯不需要用到冰块。然后也不需要用到就是果汁机就可以做冰沙，不用插电，对，很方便，而且非常环保。它只要把饮料喝的东西倒进去，果汁啊、汽水倒进去就可以了。对，怎么你试给我们看，这么厉害？那你可乐也可以，你那边用可乐，我这边用果汁，变可乐冰沙，我的妈呀，就太诱人了啦！也不需要冰。其实在家做可乐冰沙非常困难，是因为你可乐冰到冰库里面，它会膨胀的非常大。对对对，所以你没有很真的非常非常难，就把它倒进去，倒进去，然后现在就一直搅拌，就搅拌就好。对。要搅拌大概两天左右啊，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要一下子啦，但是就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其实它是因为就是白色的这个杯子，原理是什么？里面这个白色的，对，它有个外杯，里面这个杯子呢，就是它是要拿去冰冰箱，冰在冰库里面，然后其实已经有冰了，重复使用，对，它可以重复使用，很环保哦。对，这样脚可以变冰，其实已经有一点冰沙了。这很奇怪，这什么物理现象？已经变冰沙了，魔术。有，因为外面像 magic， 圈够冰的话，它里面就是。再搅一下。然后我再加入，比如说我看电视。这个好拉风，还倒到这个小。哎，这个我想买。这个超酷的，这个有酷。挖一点出来，而且真的可以自己研发口味。哎，我这个也快要变冰了哎！我先搅，我先搅。要变冰沙嘞？所以这个要冰冰库吗？哎，这好拉风。很明显，因为我不知道是果肉还是什么，但那个就很明显。它那个很明显，你看它，已经是冰沙的那个都凝结起来了，好酷啊！这超酷，这超酷，好开心哦！这个杯子消暑消暑，这个好想要哦。好，所以介绍这个，对，介绍这个，接下来不要跟你们旁边这个，我们没地方标。旁边这个就是因为我平常很喜欢吃樱桃，可是那个你知道樱桃要兔子其实是很麻烦，而且女生你知道我们在外面就通告就在后台吃樱桃，这样兔子其实不是很好看。对，对，然后它其实就是樱桃去籽器。哎，压下去了，有吗？成功了，哎，有哎，对，真的有一个籽籽在里面，就会掉在里面，籽籽在底部。那我弟你要拿出来吃很麻烦的，对，要怎么吃？哇，像这样吃一颗樱桃，哇，这样吃一颗樱桃，很累吧？没有，你可以，你没有，你就先在家把它全部压好，然后你再整包带出去，你就直接吃了。而且有时候你就是想要一口都吃到整个都是樱桃，你就不想要籽的话，就很方便。好神奇哦，还蛮特别的嘛。好，所以你今天是要来拍卖哪一个？要拍卖这个。大家想要冰沙机耶？好啦，那就对啊，冰沙杯，冰沙杯。一个350，两个700，对不对？这两个加起来70块钱开始，哇！70块钱起掉，谁呀？小优，你先举手。先100块。100块，过分，这个降啊！小优，哎，小庄哥，哎，300。300，好，这个没有。陆源，600。600，文轩，650。平均700。七百，他不过就700而已哦。对，两个就700喽。两个700，而且这个是我们使用过的，但是没关系，你们喜欢就好。李恩，李恩就很有爱。900。直接跳到900了。其实这个我会想买，势在必得。对，其实我也很，我也想买，但我想1000。大豆出手了，哇塞！文轩，你举起来了，1850。1850。1850次。1850两次。1000。又一个妈妈跑出来了。妈妈越来越多了，现在。捐给阳光基金会，这做爱心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一共所得呢，有5750块钱，全数捐给阳光基金会。是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有做爱心的这个行为，很棒。对啊，这个等下帮他洗干净了哈，好不好？谢谢你们，今天谢谢所有的朋友，谢谢。也能变成打击乐器。有音箱发出声音的都会是你们的乐器，其实只要可以打的都可以打。纳豆的头可以吗？哎，其实可以。纳豆音乐哦。我要打，我要打，我要打。接下来播出《金头脑》。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